吁吁吁！殿下，入了城就可以找到大夫为您医治了。殿下，只是属下不明白，安平公主既是北凉公主，那安平公主对高阳王是真心的，还是另有图谋？小人之心，我是讨厌你，可是我没有想过让你去死。况且这一路过来，我们一起逃到这里，也算是同伴。你现在身上有伤，我不会不理。小姐，前面就是华台，我们快赶路吧。小心，这边走。小姐，在这里等我。是谁？为何跟着我们？是你。走。陈安，你不是和南安王进城了吗？公主。未央，本王并未进城。殿下不是说过从不做无意义的事情？既然已经走了，为什么还会回来？你不是说我们是同伴吗？我怎么会把你丢下不理？再说，我也放心不下俊儿。看来殿下不总是冷漠无情的。陈安去哪儿了？我让他先回去面见皇上，说明此事原委。出了这片林子，就是华台了。那我们出发吧。迅速回平城，把这封信交给池玉南。你错了，我的确是冷漠无情，我不是个好人，也不打算做个好人。回去告诉殿下，本将军定不会让他失望。来人啊！将军，有何吩咐？在此事中挑选20人，本将军有事要吩咐。是，将军。红楼愿为将军分忧，自请加入本次行动。华台之行，九死一生。你是本将军所倚重之人。这些事还不需要你去做。是。宋军的主力虽然已经撤退，但他们仍留下了一个殿后的军队。这是宋军的营地，我打算带一队人马从这座山翻过去，在后面突袭他们。殿下，先不说这山地势陡峭，难以攀越，就算殿下翻越到宋军之后，也很难突袭成功啊。所以我做了另外一个安排。这个是通往城外河流的水道。看来皇兄已经看出了我的意图。经水道顺流而下，到达敌营右翼，如此双面夹击，攻对方一个措手不及，我们一定能给敌军重创。正是如此，只要我们突袭成功，我们就有可能坚持到朝廷援军的到来。这次我跟你一起出发，我们叔侄俩并肩作战。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啊，听我命令然后就出发。是。拜见殿下。有事吗？这次我能够成功见到拓跋浚，要多谢殿下的护送，特地来感谢殿下的。
这个是平安符，可保平安。这种东西，你不是该送给俊儿吗？当然少不了他的，两个都是我亲手做的。那谢了。怎么怪怪的？本王倒要看看你亲手做的平安符是否真能保他平安。将士们都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我不会拖累你，说不定还能帮上什么忙呢。打仗的事儿，你一个女孩子跟着瞎掺和什么？你就是看清女孩子。之前你不是还夸过我烧了宋军的粮草吗？可是这次不一样，这一次是面对面的真刀真枪。你要跟我一块儿去，我还要照顾你，那不是更危险了吗？放心吧，我没事了。况且，我还有一个宝贝呢。什么宝贝？他的名字叫保我平安。乖乖的等着我，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兄弟们在出发。是。小姐，殿下说得对，这次出行太危险了，君桃绝不让小姐再去冒险。二位殿下，前面就是悬崖峭壁，那是必经之路，也是最危险的一段路。只要我们过了那里，就可以悄悄地摸到宋军的后方了。成败在此一举，大家打起精神来。是是是。保护殿下！殿下！殿下！君儿！殿下！殿下！君儿！殿下，君儿，殿下，这次行动取消，快送他回去。不能取消，机会只有一次。皇叔，君儿，你的伤，接下来靠你。殿下，殿下，君儿这拜托你了。好。